真的很紧张啊，我的那个脚想要去打节拍打节奏，结果跟不上我的手，不知道在紧张什么。加油！哎，有人想换吗？好黑啊，后面。啊，是我同学，是我同学。最后一首是唱一首那个齐秦的歌，这首歌叫……没有，我手上写的不是歌名，是每一句歌的开头第一句，所以我已经忘记了。那歌名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叫韩语吧？对，应该是叫韩语。那我看一下第一句怎么唱，我们就开始好不好？OK， 那最后一首的话，我很习惯，很不习惯没有掌声。好，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，谢谢。风吹开，句句在天空闪耀，月吹开。爱情彼此一直是难，我还是属于你，放晴的天空里，有一种突然想拥抱人的情绪，待直到爱变成隐瞒，全世界的人下躲起来，只有我在宇宙爱为你。我的过去都是你，我的明天也是你，那星空很美，都在无声眼里，那回忆和雨下的屋顶，都在无奈感叹冬冬的心底。我爱你如此，但别在今天爱着别忘记你就冷静。风吹开，句句在天空闪耀，月吹开。爱情彼此一直深埋，我还是属于你，放晴的天空里，有一种突然想拥抱人的情绪，等待直到爱变成遗憾，全世界的人剩下躲起来，只有我在宇宙爱为你。我的过去都是你，我的明天也是你，可星空还没躲在不声眼里，我背叛雨下的屋顶，都在无奈冷冷冷冷的心底。我爱你如昔，特别在今天爱着夜晚是一种冷静。我爱你如昔，特别在今天爱着夜晚是你就谢谢，马上的，我们的表演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聆听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路人，其他。
是不能随便借给人家的，对，因为我们这是有规定的，就是希望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啊啊小气鬼啊，没有这种东西，就是因为，其实对那个啦，如果是歌手啊，或是大家很渴望唱歌、很渴望表演的话，应该会慢慢理解到说，哎，有这样的一个舞台是多么难得，就是有比较完整的设备啊，因为你一个人的确办不到。那其实梨花村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，所以在那种自己有办法携带乐器哦，就你还是可以做更完整的时候，就会鼓励大家都这样做，就好好彼此都一起珍惜这样的表演的空间这样，然后。